我得冷静一下，我们都得冷静。今天一鸣哥的事情让我太震惊了。他什么时候从秦总变成一鸣哥了？这不重要。相当重要，你什么话都跟他说，你是不是对他……我跟他就只是普通互相关心的朋友，绝对没有其他。那秦一鸣是不是有你什么把柄，所以才要挟你跟我离婚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和一鸣哥无关。你送什么呀？我都会照单全收的。这么薄，不会是情书吧？打开吧。为什么？乔乔，你到楼下了，我现在下去。乔乔，你给我个理由。既然要离婚，